夫妻之间不要老是动不动就吵架，是不是一定要和睦不吵架，找个对的正确方式去相处，两夫妻感情就和睦了吗？他不开心你就给他揍一顿，你不开心你就把他抓来揍一顿。人家说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是不是问题又解决了吗？他还敢不开心吗？啊，不敢你哦，不说了，我现在不开心。哎呦我的妈！夫妻之间不要老是动不动就吵架，是不是一定要和睦不吵架，找个对的正确方式去相处，两夫妻感情就和睦了吗？他不开心你就给他揍一顿，你不开心你就把他抓来揍一顿。人家说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是不是问题又解决了吗？他还敢不开心吗？啊，不敢你哦，不说了，我现在不开心。哎呦我的妈！